得出做得到，我们开玩笑的哈。要不就上车缴100块人民币，拿来买水果就可以上车，哈，好不好？后面好多那个是我买的，这个是迟到的要罚款的，买香蕉吃的，正好这两天我便秘，需要吃大量的香蕉，来。可以下车了。早知道昨天他们的，早知道昨天那部车让我去带他们，我就该去的。待会儿他们马上在前面碰到，我就换导游了。没有了，昨那天他们就想让我上他们那部车。昨天这个石头这个碑，塔公草原，海拔3750公尺，然后呢，各位贵宾，后面那个雪山啊，那个遮的那个就是你们刚刚拍那个亚拉雪山，还记得吗？这是他另外一侧去拍照，好不好？拍完之后呢，洗手间，你们的背后左手边有一个啊化妆室，去上一个。OK， 来吧。外套要穿上，海拔是